待到花开堪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可以说随着春末夏初的到来，各类小姐们已经跃跃欲试了，大家开启了夏季的模式，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特别的迷人，展现了作为魅力女神的独特魅力。那么对于那些处于更好年龄的艺人而言更是如此，毕竟人靠衣服马靠鞍，所以唯有到了合适的季节，才有这么样的机会展现出来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。本期我们一起说下颜值女神杨超越吧。这个98年的小姐姐，5月8日，杨超越微博晒出一组春日鲜花大片，图中杨超越穿白色抹胸连衣裙，置身鲜花中，氛围感十足。作为一个艺人，杨超越今年刚好25岁，可以说是人生最好的年纪了。杨超越梳着一袭长发，头发上还别着独特的头饰，显得温婉又可人，脖子上还挂着一条唯美的项链，而且这件白色吊带连衣裙显得格外的靓丽，一股小清新味道。因为作为一个小姐姐而言，她属于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神，所以这件衣服能很好的衬托出来自己皮肤白皙的那种感觉。作为一个女生呢，杨超越近些年来事业发展顺利，作为一个演员歌手也是个人魅力十足，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她参加的女团青春成长类节目创造101，此后先后跟孟美岐、吴宣仪等一起组成组团，先后出了多部音乐专辑了，有很多是那种脍炙人口的歌曲啦，像新维度青春、启航、听写恋歌、致我、全部都是你、不负青春、跟着我一起、卡路里、一块做好事、银河系等，也先后参演了多部影视剧，电影《我们的新生活》、电视剧《且听凤鸣》、江月二、仲夏满天星、长安诺、理想之城、加油姐妹、我的人间烟火、七十吉祥、粽子、今日宜加油、如果奔跑是我的宿命等。他还参与了多个综艺节目，极限挑战、你好、星期六、点赞、达人秀、这就是潮流、快本、中餐厅、心动的信号、完美的夏天、拜托了冰箱、哈哈农夫、非常近距离等。那么网友也比较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姐姐了，比较而言还是一个出色的女神了。你们喜欢这个女神吗？欢迎跟我一起分享心得吧。